俗话说得好，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。对于量产的鞋子来说，很难完全符合某一个人的脚，难道除了定制以外，只能碰运气才能买到一双完全贴合脚的鞋吗？为此，来自日本的一家公司就专门发明了一款外形像卫生巾一样的鞋子 Flushing Casuals。 据了解，它可以对每个人做到真正的合脚，穿起来特别舒适。与传统的鞋子不同的是， Flushing Casuals 只有鞋底没有鞋面，依靠左右两边的翅膀来实现裹脚。当它展开时，外形简直与卫生巾一样，你很难会猜到它是一双鞋。除此之外，它的穿法也很特别，人们需要将脚放在鞋底上，之后将左右两侧的护翼交叉往脚踝上一绕，鞋就穿好了。利用这种魔术一样结构就能牢牢固定，使双脚完全贴合鞋子，并且想松就松，想紧就紧，至于脚感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Froshinker 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指包东西用的包腹部，而这双鞋子灵感也就来源于它，不仅简单结实，穿脱和携带也很方便，能够适用任何脚型，真正做到了你有多大脚我就有多大鞋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在于它的造型太过独特，即使是有着再好看的图案，也难免会有人露出挑剔的眼光。要是真穿着它出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只穿了双袜子呢。穿搭确实需要一点勇气，对此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敢试试吗？